你是叫麦哥啊？没有，成功了。而且这个比较像是大型综艺节目。对啊，那也算是啊，我们礼拜五十点也算大型综艺啊，黄金时段啦。哎呦，铁板，铁板，小学生的帽子，好，很神奇。这个干嘛？他们弹额头，这样不说超痛吗？这个有玩过，会五 C， 我直接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会。你肚子过来。不要。你把你已经露肚脐，借我不要，快点，快点。好，那我们这样，我们来先选一个惩罚，这个啊，这个，这个，好，这个。哦，你不是要走大一点吗？第一件事是什么食物？肉圆。霸王哦，霸王。好，要不要直接问甜的、咸的？它是甜的吗？是。甜的，甜的。里面有水果吗？没有。我的知觉就是巧克力。好，来，我们讲了，一二三，巧克力，答对了。巧克力，巧克力，问的很好。小导啊，小导啊，就说很简单的。来来，朋友，李子，李子，李子，先听一下这声音。好的，一二三。巧克力，巧克力，巧克力的霸王哦！老板，你好，巧克力口味的霸王，对啊，而且今天穿的漂亮，漂亮哎，太有气质了吧？该不会巧克力是讲你本人吧？因为太甜了，有点，怎么会有巧克力的霸王？对啊，因为就是小时候不想跟人家一样的，想特别，用酱的淋下去的。哦，用巧克力酱淋在外面哦。他点的人多吗？点了很多，刚开始没有人敢吃，是，对，哎，人家看到了，肉末蛮特别的。皮也很像是外面那种豆皮的那种，对，老板娘是裹了一层蛋液下去炸，哦，苦，所以它的炸蛋臭豆腐也是裹了一层蛋液，哦，有点像法式吐司的那种概念，哦，有一点呢。我觉得老板娘应该不是台湾人，所以她没有被这种基本的一个束缚住。老板娘是哪里人？印尼，印尼华侨。啊，其实这样看有像咖喱，对，那个咖喱，咖喱。我那个闻起来就是巧克力耶。坦白说，我用奇怪来形容它。它上面不是本来就会有那种有一点像甜面酱的那种白酱吗？那个本身就是带一点甜味嘛。嗯。跟巧克力酱超搭的，甜味来自这种酱，然后巧克力有点像给它一个香气，它的那个外面的那个蛋皮，然后吸饱了那酱汁之后。你这样咬下去，它有点像，也像可颂的皮一样，咬到一层脆皮，然后中间好软 Q， 我有点迫不及待。超级无敌搭，嗯，超级完全没有违和感，它有一个咸甜咸甜的，嗯，但是甜度真的没有那么高，嗯，然后但还是有巧克力的香，嗯，很好吃。我不在家，来辣椒酱，它的辣度最后在你喉咙间慢慢的散发出来，它不是那种有直觉性的辣，它反而也是一个增加它风味的感觉。就不要打包这个酱料，我觉得那种对啊，对啊，这个我自己哦，嗯，比如在霸王界来说的话，我排在我心目中前三名，有对，这个巧克力，单纯就巧克力这件事情，是它的从里到外，对对对对，好，好高级哦，这个对啊，讲完了呢，来，对。原味，那我先吃个原味。Thank you。原味更可以知道那个原本的，哎，腌肉的香，或者是外面的那个蛋酥的那个脆脆的口感，跟它的那个炸过的那个香气，嗯，蛋香还有那个油香。我觉得老板娘可以去参加霸王比赛。对，我觉得它的肉煎的恰到好处，是它既不会偏甜，也不会走黑胡椒味超浓。咬下去的时候，你感受到一点微微的蒜香，接下来咬到笋丝甜，然后再来是肉的羊汤，哎，我觉得那个蛋真的太
加分了。嗯，它外面的那个酥感会让你的酱汁即使淋在外面的蛋酥上都不会软掉，它维持那个脆度维持得非常好。对对，它非常维持很久，可能维持到明天哦。太久了。但是有点像炸弹葱油饼那种。是，哎对，外酥面。对对对对对，三碗快吃完了。对啊，我很少第一间就这样哎，再加上立刻放到 Google Maps 里面，真的存下。那我们要怎么猜？猜内馅吧，还是它的皮的口味？内馅啦，内馅感觉比较有机会变化。因为呢，这次它是不是给我们提示？它给我们用眼睛看，这么简单？对啊，它不会超过三秒，所以它这个叫做看三秒，收起来。看不出来的那一种，而且要猜中三个都要猜中，是不是？对。我们选惩罚之前，我要欢迎老板娘。老板娘，老板娘你好。你好。嗨嗨嗨。可爱啦。因为老板娘她有一个变态的这个 M， 她属于 M。为什么？因为她想说她要跟我们一起惩罚。哦，我老板娘一起被惩罚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是我惩罚你们吧？好，惩罚我们。是我力道很大，我来。但是这样子，如果你输了的话，你就会被惩罚。啊，这样。那我先告退。好吧。那你就自己选一种。打屁股。对，打屁股。弹下巴。然后刮胡泡。打弹额头，然后夹脸。你选哪一种？刮额头。弹额头啊。那你们的那个红豆饼是不是听说都很热卖？哎，还不错，大家照顾。我们的口味其实很多，很多样化。多样。我们大概有将近20种。20种。太多了吧？对，20种。嗨，老板，老板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你现在有穿衣服还没穿衣服？没穿。哎。穿你们穿哦。啊！老板娘要顾效果。好，我们认真看哦，听好哦。好，一二三。一二三，有吗？哦，好像知道是什么。冬天你有看到什么？有一点紫色，感觉是什么酱？什么是蔓越莓那一种吗？对，类似。因为它刚刚一打开的时候，它立刻有那个汁滴下来的感觉，所以我就想会不会是冰淇淋那种？是不是冰淇淋啊？哎，这好像是冰淇淋的那种感觉哈。OK， 我们先第二种喽，来哦，一、二、三，很简单啊，很简单啊，珍珠奶茶，珍珠奶茶，这珍珠奶茶，珍珠奶茶，来哦，来来来来来，来哦，但感觉这个就是最难的，一、二、三。啊，我什么都没看到，有一个蛋的奶酥啊，蛋有什么？那蛋沙拉，蛋沙拉就是早餐的那一种。我要讲起来了，停下来了，好香啊！第一个是冰淇淋吧，紫梅优格冰淇淋，紫梅优格，幸好没有这种猜口味，太难了吧？好，第二个珍珠奶油，珍珠奶油，跟珍珠奶茶一样。第三个我们直接打开来看一下，第三种什么？蛋沙拉非常接近。全蛋黄马铃薯奶酥，好难哦！好，做出来才有鬼。为什么？马铃薯啊？马铃薯咸蛋黄，要气死嘛？气死！气死！马铃薯薯饼啊！薯，谁要把薯饼包进去？仔细看对，薯饼，来惩罚，惩罚，来，老板娘选一个惩罚，好不好？选一个。我们直接闭眼睛，老板一二三，直接弹他，要弹他。对对，好啊。闭眼睛，我觉得你要蹲一点啊。我的，我的。好快啊！好大声！你在酝酿的时间没有哎，来哟来哟，啪！好大声！大声！你打得很好。对呀对对。我很适合上楼梯的啊。哦，可以耶。这个薯饼太难了啦。但是薯饼卖最好。真的。我们这边学生下课必点薯饼，我们家皮很薄，里面料很厚。好，好，麻烦你了。好，准备一下，谢谢。
有。第一次看到点超人饼，然后旁边放那个它的皮的。哎，为什么会放皮？就是他们好吃到人家要单吃他们皮。哦，就是像饼干这样子。对啊，好特别哦。哦。很贵，而且它咬下去会有很强烈的奶香哦，多像奶粉味、奶香味，奶香味超浓。嗯，那我们要用哪个口味来吃？哪一组先好？冰淇淋最后吃好不好？好，可以。哇，那饼皮好酷哦，很脆。这个，有一点点咸度，那个起司的咸啊，还有那个马铃薯的那种饱足感，还有它的那个马铃薯的香，而且它的调味是那种起司的咸香，再加一点黑胡椒的香，胡椒啊，它的薯饼在里面吃起来很像是那种我们吃那种薯丝的薯饼了吗？可以吃得到一小块一小块的马铃薯的味道，然后它起司跟黑胡椒这样放上去，很像起司酱淋上去，是真的很像。起司马铃薯，可是它刚刚那个饼皮，饼皮带有很浓的奶味，这样配起来好好吃哦。好吃，珍珠奶油。对。哇，好舒服。它那么爆哦。满足感。这是鲜奶的那种味道，很浓很浓的牛奶，然后感觉去把它熬得更浓稠一点。它很酷的是因为它外皮特别脆嘛，然后它里面它是做的软绵之外带一点点 Q 的感觉，所以会让里面你很像。咬到珍珠之外，很像咬到那种绵绵的奶酪或布丁，是是，牛奶味，对，软绵绵就是那种感觉。哦，哎，好好吃哦！对，对呀，你一直在找在说什么？哎，真的好像奶酪哦，因为老板娘刚刚有讲说，他们是用纽西兰的奶粉，然后再去制作的，对，所以它的那个牛奶的那种香味会比较多，然后它配到珍珠的时候，甚至会有一点点有点像茶的那种感觉，就很像黑糖鲜奶那种，对，有点像是珍珠鲜奶或者奶茶奶茶的那种感觉，对，感觉它就算纯这个里面的那个奶油酱，我也可以吃好几个，可以，不会腻，好吃，来。再甜一点的，最后冰淇淋，目前冰淇淋只有蓝莓，因为我们四种口味，有还有其他种，芒果、香草、巧克力，哇，会不会牙齿敏感？哇哇哇，好白芒哎，这么多，你看完整的一球哎，怎么样？会那个有奶油的那个甜味，对，然后那个紫莓那个酸，搭在一起酸甜酸甜的，蛮舒服哦，而且配这个饼干很像蛋卷壳的那种。口感奶味跟那种有点像煎饼的焦香会变得好明显，但它冰淇淋很好吃哎，冰淇淋带这种一点点的那个酸，然后它就有点像桑葚那种比较独特的甜味，那冰淇淋好好吃哦，很好吃的它的冰，那我觉得它最棒的包含刚刚的珍珠奶茶，对，它的甜度都没有太高，对，好棒，真的很好吃，因为它们皮真的是太优秀了，对，可惜啊，那我们算达得非常非常接近，我们三分之二已经 OK 了吧？刚刚我应该点一下眼药水，我也今天。闻起来有种美式的那种感觉的东西，对对对对，好，惩罚答对了，没有啦，果然是美食节目的主持人，怎样对吗？哎呦，答对吗？哦，好亮哦，等一下好亮哦，哎，真的美式的，哎呦，哎，还而且你还猜美式，你好厉害，老板娘你好，老板娘，哇，老板娘好可爱呀，性感哎，没有啊，对，性感透视中，透视，哎，老板娘你是卖炸鸡是不是？对对对。而且是美式，是，感觉品相很多，对，明太子三明治，对，而且你看连整只鸡它的都有，等一下是这个惩罚对不对？哎，这个很好哎，老板娘要跟我们一起嘛，如果我们答对的话，你又可以惩罚，跟他们一起，那我输的话就让你来惩罚我，好，是一个很难猜的东西是不是？你给我们一个提示就好，对啊，一个提示，不要看它，不要看它，我提示肉类，好，肉类，好，那这样 OK， 炸牛排。我觉得可能是马肉，有鹿肉，一定是好吃的。青蛙，田鸡，其实好像有。
直接炸，然后我们这样，我们剪刀石头布。好，你代表是牛、青蛙、青蛙。那我代表鹿。青蛙有什么好不高部位的？剪刀石头布。牛没了，牛没了，牛没了，牛没了。鹿跟青蛙，青蛙，剪刀石头布。等一下，先讲哦，猜，如果你猜错，惩罚你一个。必呀，那一起好不好吧？让我们互拉。好，我答对的话你就不要弹，那如果答错的话你就直接弹我。好，那很下面哦。猪脚，然后炸猪脚有点像猪脚，也蛮特别。结果我们还先删掉猪尾，我们还有一个更厉害的，还有更厉害的龙虾三明治。哇！而且如果你去散餐厅的话，一份龙虾至少要破千，那我们的 CP 值很高。我们这个龙虾三明治都是要用预约的，你来现场点是没有。哎，真的不好意思，拍谁拍？但你还是要惩罚，有点生气啊。女儿饭。哦，来了，我打火姐，一二三，哦，很小力耶，很小力，你带好，我告诉你怎么惩罚，老板娘，你老公名字我爱你，不要啊，这样好，很害羞啊，快点，可以，刘家祥，刘家祥，你，刘家祥，你，啊，你刚刚是该报仇啊，这么明显，你被发现。它配的是沙沙酱哦，对，因为一般日式可能就配芥末什么的，对对对，然后140块，哦，很便宜，很 OK， 对，大牛排哎，德国猪脚，对，德国猪脚，一般在餐厅大概也要是500、500、600、600、700都有，对，它的220，然后一个豪华的，就让我惊艳，它不是只有肉，哎，它有头，对啊，然后一吨鸡是200块，对，牛排先呗，牛排，好啊好啊，白水酥的牛排，你没有坚持己见，你应该就直接就说，哎，我真的觉得是牛排啦，猜什么全都听我的，いただきます，要霸气，嗯，先刮它的酱，嗯，酱好好吃哦。酱反而是走的有点冰镇过，然后那个酸味很明显，那种番茄有一点那个酸的感觉，柠檬汁的香味，然后番茄的香味，然后它有一点点粗的黑胡椒颗粒的香气，它肉汁就是有点像是有点像酥肥过的牛一样，汁液非常非常的多，可是它的最外层它其实是炸到有一点那种嚼感有韧性的，跟我们吃日式有完全不同风格哦，它的肉它其实也没有给你到完全到这种全熟吃，对对对对，就是我觉得多一点肉香，他们的那个香，对他那个酱完全可以帮它底味，嗯，就咬一咬就哎吃得出来那个炸牛排的那个肉香，不是油脂是肉香，肉甜，这好酷哦！今天下午茶来一份龙虾三明治。高级耶！我以为是那种肉都是碎肉的。我平常讲龙虾三明治的时候，不会是真的这么大只的龙虾，会是龙虾那个酱哦。还有里面有那个明太子。龙虾沙拉的哦，明太子沙拉。来，给它吃。哇！哎，我刚刚有对它的那个新鲜度吓到，一点点吓到。哦，好爽！有明太子那个美乃滋的那个咸味，还有那个鲜味，嗯，跟那个龙虾本身虾肉的那个甜味搭在一起，哦，互相
底味，用一整只的那个虾肉，对，口感不一样，真的是很扎实。因为有的时候吃那个龙虾三明治都吃一个寂寞，有一点寂寞，很像有龙虾，又觉得很像没有一样。对，它会有蟹膏的出现，我猜测，它可能是活体冷冻才有办法有出现这个蟹膏，对，来感觉一下。很扯哦，因为它抖也不能忽略。对啊，它这样那层外皮跟它的那个真的是台式美乃滋，你一咬下去的瞬间，我会先想到凤梨虾球的那个那种微甜的那个口感，然后再来是龙虾的鲜味整个冲出来，真的很像那个大的台菜餐厅、老式台菜餐厅吃到龙虾三明治的那种感觉。如果以美味的程度，我目前是给它第一。嗯，对，它很猛哎，超好吃的。像料理啊，猪脚，沾一点黄芥末。它的皮超好吃，我们先腌再炸，先卤过，那个皮是薄薄一层，非常非常的脆，到中间有一个脚趾的部分，脚趾也是不是那种黏的，对，它有带 Q， 但不会太黏，然后咬一咬就会有那个猪油的香一直喷出来，哇，好爽，是有水准的炸猪脚哎，这个很好吃，惊艳人那种，一点都不像在炸鸡店会知道的东西。再说的是，它连酱都好强哦。芥末在带奶。你一开始吃下去当然是黄芥末那个稍微微呛的滋味，可是后面的那个，因为像美乃滋的奶香跟有一点蜂蜜的那个香气，变得好明显，然后有点很像芥末籽自己带有的那种酸度，你会跑出来，让肉的那个味道变得更甜。我觉得，一点都不无聊，拍谁？真的。